成立在1978年7月，卫生福利部中华老人养护中心今年7月将成立满30年，为了欢庆39年，特别邀请到6位各位家教挂山光人举办各位联展，展出46摆各位来做护中心的时段。开幕仪式在优美的古筝声当中展开。成立已经30年的卫生福利部中华老人养护中心，为1803年开始，已经有系统的方式推动高龄友善健康照护的工作。除了推动这项创新服务之外，也进行硬体环境的改善，并且借由各种基本展览，打造一个适合时代上好的照护环境。这届中华老人安养中心利用39年庆的机会，规划一系列庆祝活动。首先登场的就是邀请到6位各位家在挂山光人举办挂山情钟爱一生各位联展。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在今年成立正好届满30周年，那所以我们在今年的1到6月上半年，我们特别举办挂山情钟爱一生的国画展。那这次的画展有6位国画家46幅的作品在中心展出，那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长辈的艺文疗愈的照护环境，那我们也非常欢迎社区的民众进到中心来观展。那其实这次展览非常特别的是，6位画家中有5位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学画，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乐活引发，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中心也成立为长者成立了绘画班，那我们也鼓励长者参加。那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也会举办我们长者的作品展，那到时候也非常欢迎社区的民众进到我们中心来为我们的长辈的作品来加油打气。为了可以净化人心，这次展出艺术家邱锦祥表示，他自小孩就开始学习画图，透过画图可以让他把心静下来。学画画它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然后可以 沉淀你的心灵，让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比较平稳 的心境，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这次总共展出4630幅回教各位做好中心的时段，也欢迎乡亲若是有机会经过一三九线的时阵，也要忘记你来中心感受这充满艺术氛围的疗愈环境。新中华新闻，白明林中华采访报道。